Hello，我是 Python 木舟老师。那么上一节课的话，我们讲到的是字符串的一些常用的操作。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比上一节的操作呢要多一个什么？哎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啊，咱们的话呢去操作的还是相同的这样的一串字符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会有开始、结尾，那比刚刚多了一个步长。那这个步长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比方说，咱们在这个地方直接来上咱们的一个例子，直接写上咱们的字符串，打上中括号。首先的话，最开始我们的开始，以及咱们的一个结尾，我们写的话呢，比如说写一个六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打一个冒号，写一个步长，写一个二。那此时此刻，我们先看一下当前这个东西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。来，老师在这个地方运行一下，运行之后的话，来同学，我们会得到的一个值是小女像啊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么这个小女象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首先我们看前面一段的零，咱们到六会取到什么值？啊，我们的各位小伙伴的话，首先啊，零到六的话应该是从零开始吧？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的话，我们按照我们平常的话呢去进行取值的话，应该是到六嘛？不是，应该是到咱们的填这个字到五啊，因为老师刚刚有说到取左不取右的话，六这个地方是取不到的。那么就意味着的话呢，咱们这么去数的话，到填这个字就行了。OK，零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先把这个东西呢放过来，放到哪呢？放到咱们的下面，跟我们的同学呢在这个地方呢跟分析一下啊，咱分析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到是这个，拿到这个之后的话呢，这是属于我们如果是写零冒号六的话，我们所会去获取到的值，对不对？哎，比方说老师先不写这个二啊，来先给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看一下运行。来，注意看了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零冒号六，来，同学，我们现在得到是不是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值？小仙女长相甜啊，那也就是这几个字。但一旦的话，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步长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写一个冒号，再写个二。所谓写这个步长的意思的话呢，你可以这么去进行理解啊。咱们的话呢，整个的本身是这样的一串这个字符的，我们拿过来。然后写了一个二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根据于这个字符呢，就要跳着走了。所谓步长的话，就意味着咱们在这个地方来，这第一个的话，这第一个字符我们要吗？我们要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跨一步，OK 吧？也就是此时此刻的话呢，我们要跨到哪儿去呢？跨到女这个字。女这个字的话，再跨一步的时候，我们会跨到咱们象这个字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的同学要理解为咱们的当前的这个步长，我们所取到的值是小女以及咱们的象。OK，是跨着走小女象，那这个跨着走的话呢，那我们的同学肯定是，哎，老师我也不好理解。那比方说，我怎么给你去把这个东西理解清楚啊？注意听了，咱们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来，我们把数字标号标上，这个小仙女长相甜，来标成什么呢？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对不对？那么零一二三四五的话来对应一下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呢，首先零肯定是会拿到的，我们要干嘛？跨两步了。跨两步什么意思啊？你比如说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是一步，这个是一步，那么跨到哪去？跨到这个地方。所以二要取到二的话，我们又要跨两步了。怎么跨两步？从二到三，哎，这是一步；从三到四，这又是一步，对不对？这就叫两步啊，这叫步长。那么跨到哪？跨到四。所以说对应的话，零对应的我们就会把小这个字儿取掉，二的话对应的是把女这个字儿取掉。这个咱们的话呢，跨到四的时候对应的是什么？是把咱们的这个象这个字取掉，所以说哎，这叫跨步了。那么其实拿到什么？零，二四，OK 吧？零二四。那么这意味着啊，我们同学你可以找到一定的一个规律的，零跟六之间，来，零跟六之间，我们每跨两步的时候取个值，那么岂不就是去取到相应的咱们的偶数的值了？对不对？你在零六之间的话，跨两步嘛，对吧？零跨两步是几？零跨两步就是加二，加二的话就是咱们零加二不就等于二嘛？二跨两步的话，也就二加二就等于四啊。如果说四再往后跨两步的话，四加二的话就应该等于什么？等于六嘛，对不对？六再跨两步的话，再加二的话就应该等于八。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步长，你可以理解为从开始去进行计算的时候，跨两步、跨两步、跨两步这么去走。那么我们同学的话，这个地方不要误会了啊！你说老师这个跨两步、跨两步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的话，在这个地方会取到六这个值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老师在强调那个取左不取右，哎，取左不取右，也就是说你这六这个值的话，我们本身就干嘛就拿不到嘛，哎，本身就拿不到啊。所以说的话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有零一二三四五，然后零到五之间跨两步、跨两步去走。所以说这么去讲的话，我们同学是否能够去进行一个理解？
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跟大家去讲到的，咱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叫做咱们的一个补偿了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讲的时候，来，我们再把咱们的一个复数啊，同理去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，我们上节课有去讲到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如果说从后往前去取相应的这个值的话，咱们在这样取一个负三，哎，比上咱们的一个负一，或者说咱们在这个地方直接取一个负六吧，啊，负六比上咱们的一个负一，这么去取，负六到负一的话，我们是什么值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运行一下啊，来走，我们的同学，那我们可以去得到的一个字段的话是咱们的甜美并且温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甜美并且温是这几个字。那么这几个字的话，来，老师在这个后面的话，我们又会写补偿了，比如说写个冒号。我跟我们同学先去写这个补偿的时候，先写一个什么？先写一个一。啊，我们同学可以思考一下，如果老师在这个地方写个一的补偿的话，会取到什么？一的补偿的话，意味着，哎，来，我们运行一下，我们现在一这个补偿的话，是不是把整个的这个东西还是一模一样的？为什么一模一样？因为你想呀，我每一步的一个操作，来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给它记录下来啊。我们每一步的操作的话，咱们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你每一步你都要，每一步你都要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咱们一步一步的走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每一个字符咱们都能够去获取到啊？所以说这个一的话，在平常咱们去写的时候，要不要去写这个一，直接去省略，OK 吧？你这么去写就对了啊。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同学，来，老师写个冒号，在这里写个二。哎，注意了，写一个二，我们会获取到什么？是不是咱们在这个地方依据这样的一个字符，也就是说甜美并且温，怎么去取这个二啊？啊，那么从这个开始的时候的话是甜这个字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跳两步到并吧，哎，并的话再跳再到温吧，甜并温，对吧？应该我们会把甜并跟温取下来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这样去取，来，我们运行一下，看一下结果啊。来，我的各位小伴，咱们能够看到甜并温吧？那么同学，这是属于什么？这是属于咱们的话跨两步的一个节奏。来，我同学，如果我跨的这个步子比较大呢？啊，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跨三步的话，我会得到什么？跨三步的话，你看一下啊，老师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首先呢，我们是一个甜开头，跨三步的话，这一步，这是两步，这是三步吧？那么应该是甜跟且取掉了，对不对？甜且。后面的这个温拿不拿得到？拿不到啊，甜跟且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运行的时候，来，我们得到的是甜跟且，有没有看到甜跟且啊？那如果说，哎，老师，我在这个地方我跨四步呢，跨四步的话，在这个地方你运行的时候就是甜跟温了，所以在这里运行一下是甜温，OK 吧？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补偿，你多多的去感受一下。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们跨的步子比较大，比如老师我跨五步了，哎，你想一下，我跨五步了，是不是跨出这个字符串了？那就意味着它会给我们截取到的是什么？当你跨出这整个字符串了，来，它取到之就是甜了，OK 吧？它为什么？它只能取这个。你再往后数五步的话，还有咱们的字符吧？没有了啊，所以说它单独就只显示一个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补偿过大的时候，它只会取到第一个咱们的这个值。OK，这个地方是老师要讲的补偿。那么咱们这个补偿的话呢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写法，什么意思？你比方说，咱们在这个地方记录一下啊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把它去掉，我们写个冒号，再写个冒号，再写一个负一。哎，你看老师的这个写法，冒号冒号负一，这能够干什么？来看啊，我们把它直接运行一下。这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写法的话，它是用来去反转我们整个字符串的。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字符串本来是小仙女长相甜美并且温柔，你发现老师这么去写冒号冒号负一的时候，它变成柔温什么什么，整个字符串是不是直接进行一个反转了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对于咱们当前的这个东西的话，你要稍稍的有一些印象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同学下去的话，一定要针对于开始、结尾这个补偿啊，去进行一个细细的一个体会啊。你们的话也可以像老师一样把它标注出来啊，先去取到其中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你去取的时候，你先怎么写？你先写前面的一部分，先弄清楚这个是什么。后面的话，咱们在这个地方去写相应的这个补偿就可以了。记住这个补偿的话，我再跟大家去这一个讲一讲。当前咱们在这个地方写个零跟六的时候，其实是取到什么？取到零、一、二、三、4、5的啊，因为六咱们是取不到的，取左不取右，再强调。那么如果是二这个补偿的话，就意味着咱们在这个地方零到五之间每两步的话跨一下，那么就是0到2，然后再到四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好不好？我们同学要去捋清楚这样的一件事，所以我们拿到的是零跟二跟四这样的值。那对应的话，在这里零还有二还有四，咱们的值就是这个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对应的话呢，啊，你们的这个各位小伙伴要去熟悉一下。
好吧，要去熟悉一下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来，当你024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这个小女象，啊，小女象。好嘞，那咱们的同学的话，需要多去练习一下啊。